女孩，你是不是也害怕走夜路？女孩夜间独自出行如何规避风险？花花给大家五个提醒。一、夜晚如需独自外出，要时刻注意周围环境，尤其是身后，如发现尾随，应立刻向人多的地方走，同时假装大声打电话。二、独自外出或夜跑时，不要戴耳机听音乐，耳朵在关键时刻可以预知危险。三、身边有车子并行时要警惕，防止包包被抢，必要时可向车子行驶的反方向快速走开。四、夜晚独自乘坐出租车时，千万不要坐黑车，上车后给朋友或亲人通个电话，说明现在在什么位置，什么时间到达目的地。五、在家门口也不要掉以轻心，回家开门时说我回来啦，出门时说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即便是一个人居住也要如此，给人一种被独居的感觉。最后，花花希望女孩们都能平安走夜路，如遇危险请第一时间拨打110，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。